assim, eu... Né, eu... Acho que... Oi.本隊啊，打呢個嘅個有個烏克蘭 versus 烏拉圭。出咗少少咁多問題，等陣出咗少少咁多問題，開翻先。出咗少少咁多問題，就係少少咁多問題。好快彈，好快彈，盡快 ，blue stack 快啲開好唔好 ？blue stack I need your help，blue stack I need your help。黑芒嘅，哎呀，有啲叻，有啲叻，有啲叻，哎呀，哎呀，可唔可以唔好咁叻？得，可唔可以順翻少少咁咧 ？CTM 咪 CTM。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努力一下 CTM？ 啊 ！What the hell？What the going on？ 哎呀 ，finally。OK。咁係 Musky 同埋天狗 Band 啊，咁Rising Sun 呢邊第一個派出嘅係 Ria， 咁烏克蘭呢邊派出嘅係 Rosen， 咁 Rosen 咧係 Band Musky， 咁而Ria 咧係 Band Lava 嘅。直到力機，問得好。今日到底個網發生咩事 ？Can someone tell me？ 唔理啦，唔理啦。要 block 咗個。網啊，似乎有啲問題。
少少咁樣問題，應該好快 OK 啦。嗰個垃圾事件冇估到啊！唉，好叻嘅啊 ，Valley 啊！是在哈喽呢啊，咱们拜拜了，拜拜哇，这是一个大桥，我觉得很难看，然后还多帮车提提气一些，这里拜两天来阿福走，但是我在这个城堡里面这边好多东西啊，哎，都真不快乐的了，我手指感觉好了，我真的是厉害，拿下的这个，我刚手机是用的，然后 CPU 才好多。应该都差不多，讲真的都差不多。唉，救命！咁有個網，幾難收啊！
好難受。翻到嚟。Thank you.
就是为什么就是一直他们在卡，然后就这样了。但是现在好像好一点了，有吗？我重开电脑了，有好到吗？还是卡？有好大吗？我把它调低了，就是那个 FPS 跟那个画质我都调低了。有吗？希望有好大吧。好吧。
现在好一点吗？再测试一下，一下，一下吧，拜托，拜托，说一下，应该会好一点啊，我猜啦。我又重开，然后又调了挺多东西的，其实，希望有好到啊。等等等等，他是输了吗？Racing 要被穿了，我没有猜到啊，其实 Racing 其实很强的，但是他们好像疯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打成这样，我真的没猜到，没猜到，其实。靠北，哥你在吗？哥，哎，死定了！我而家系打呢个问号感叹号，我咪见到 The Racing 佢用嘅全部都系天梯大神。又是 Musky 啦，發行這個Bang怎麼說呢，我根本沒問題的，其實是 Bang Lava 近排Bang Lava 都是上 Graveyard 的嘛，跟住Bang Musky 就防珠防珠防冒完，仲有咩？防下啲乜嘢都得咯，其实 Bang Musky 乜都得嘅。好，先手一粒冰屎，睇睇日本呢个问号感叹号呢边一个骑士做咩中文？打大概两至三下 ，Rose 呢边一只公主直接毒咯，呢个系一个狠打墓园，咁墓园就难受啦，真难受。好，一个滚筒滚到嚟日本选手呢边都落咗个嘅 ，Barbarian Bro， 唔系 Barbarian Bro， 呢个系南非黑。我哋接 wave 咗啦，系咪有啲摆技啊？但系 Rosen 呢啲选择嘅系用一个 Princess 再加一个 Goblin 嘅嚟解咗呢个任务卷，而家嘅节奏捉晒 Rosen 呢边啊！呢个哇慢咗，难受香菇，太难受啦，太难受啦！贼难受，真的贼难受。好，电发龙宝跟出嚟 ，Rosen 一只骑士解一解电发加塔塔龙宝，日本 Racing 新呢边真系太难了，呢条我谂过呢个四千杯嘅建议，连穿咗两个八千杯，真系可能系一个假噶，但都已经足够亮眼啦，呢个电都好。
日本选手同第一个 Nike 呢个厂系前啲咯，一个 delivery 优惠版咗啲啲啊，太难受啦。诶，呢个掟拍有冇一只电发直接开踢？有冇电发？有冇电发？有冇电发？电发需要地方的，地方的电发需要你。好一个 KC 捉一捉个桶啦，其实我呢个 delivery 第一个。Bieber 可能会好啲，咁即系呢个系想捉乜嘢啊？电车啊？捉电车？呢个就够快啦，听个声都知道其实。我咁样呢边再落一个 Nike。再加一个直接火就系非常果断，再寻一条龙宝啊！有冇啊？呢、這个毒交咗嚟，咁佢又冇得再飞成功啊！又再一个 delivery， 真系你 delivery 一定要快咯，你够快就基本上佢个范围嗰啲火球咁样，唔会太咩。诶，呢边用咗个防守头，竟然会系咁？哇，呢边日本选手抢咗唔少血噶。哇！呢边已经贴近斩杀先，直接一个 rocket 斩落去。系咪穿四啦？哇！如果穿到四真系冇得弹，太强！穿到啊！穿到啊！真系一箭封神啊！我哋话，因为讲真 ，Racing 身真系好劲 ，Racing 身真系劲，这个 B 真的强，这个 B。而家其實我個 rating 身呢邊可以點講？考慮多啲 deck 啦，因為其實即係其實佢好多都係捉到咯，同埋佢點講啊？佢始終佢第一個，佢心理壓力一定係低，跟住就係佢一直喺度捉到，同埋佢打法唔知點解可以咁分數，有啲神奇。好啦，已经开始咗。我系一个 expo 去打，呢个系水人定系呢个嘅？有骨龙啊嘛，咁大概率系一个冒险啦。好 ，expo 率先射爆呢一座嘅屋仔，再交一条咁，但系都保唔了 expo 啊。咁我記得嘅係 lava 同埋乜嘢釘啊？好，水人落咗落嚟，水人咁 expo 就接你啦！一條電龍，呢條電龍可以話係真唔錯啊！哇！呢、這個 Tesla， 呢個 Tesla， 呢個 Tesla， 有水人，有水人，有水人，睇得好。哇！呢、這个系
火球迪迪 AC， 诶边火球，火球有冇火球？火球哇呢边逼住入去之后再搞条电龙太难受了吧？阿雷要记住，哇仲开埋个鹅塔，哇啊要穿衫啊，唔系。我唔系想读牌，真系要断衫啊！黐线 ！Racing Sun， 我觉得有机会着上系 Pandora 咯，我觉得 Pandora 有机会重穿啊！啊喂，讲真的，你而家点打？你铺你 Expo 打上原本就优势，跟住。睇睇呢波先，呢波有啲大，呢波好紧要，呢波攻唔入佢真系，呢一波一定要打得几多得几多分，顶啊要顶啊要顶啊，唔顶冇机会啊啦，骨龙，真系你唔攻冇机会噶啦，对面直接斩你斩杀你啊啦。哇！不過呢粒火球咯，佢啲嚟，繼續一個 defensive expo， 呢一個位可以直接電到啦！哇！呢個 Tesla， 哇！太強了吧！太強了吧！即一個機會都唔俾，殺人誅心我啊！反手。即系我望到我都为他而心疼，佢逼逼交咗粒火球，但系太难走，太难走。即系而家去睇佢有冇机会火球？点讲？打他三倍咯，但系佢一直喺度 expo 佢架 Tesla， 难受到爆粗脸啊！真系，真的是贼难受咧，冇乜嘢讲，就系难受。双天使呢、這个，双天使加双水人，但系一个两个剑客就已经乜都解晒咗，你一个水人呢边要疯狂俾压力噶啦，你个再一个火球落嚟 ，Wilson 好似有少少嘅。漏肺嘅情况系咪有少少飘飘地嘅感觉呢？好啦，再跟埋一个 Tesla， 但系呢个水人，再加一个天使呢条电龙，啊呢下真保唔到落嚟，再加一个剑客，有冇个 defense 嘅火球？呢度炸少咗一只，但系其实问题不大。再跟埋一个 A 哦，可以讲拜拜啦。太强啊！太强啊！太强啊！太强！真系屈，唔系讲笑，真系屈。太强了吧？还没得打呀！哇！三比零喎，点睇？剩翻边条啊？剩翻边条啊？真的我觉得你点都要上个 Pandora， 你最尾唔 Pandora 根本冇机会。我哋 Ring 真系，即系点讲 Pandora 真系好 carry 嗰种程度，即系我唔系话想吹捧佢，又唔系咩，总之就系你点都要上佢咯，即系你唔上佢，你基本上好难反穿。我觉得如果系嘅，你而家十夺算啦，即系。十啦，十啦，日本加油啊！我下场系九点啊，加油啊日本，加油啊！我唔想咁快住啊，加油啊！俾啲心机。又是 Van Musketeer 啊，是不是又要 Van 埋 Lava？
O K 系 Pandora 嘅，Pandora 即系 Pandora 啦。Pandora 有冇机会拯救世界，定还是呢个一战成名，直接穿死呢？嗯 ，U K C 你觉得如何？呢场真系睇到太难受啦，阴你个高！真的看到我很难受，太难受了，太难受了。Pandora， 我估佢第一场上 RG。我不会上 RG， 哈，佢系响拼多啊，唔系冇啦吧？后手气球，后手气球。我頭兩場太 laggy 啦，拎到我發咗癲咁樣，成件事就係拎機拎到發咗癲咯。所以你睇唔睇都罷走，講真，睇唔睇都係個。但係哇，真係睇到我，睇到我有啲咩啊？成邊仲喺度流曬人噶 ，Runadora， 我都叫 Pandora， 我都覺得 Pandora 好好聽，啊 Pandora 呢個名好好聽，我覺得 Pandora 率先先就一條龍 ，Horizon 呢邊都出埋一個嘅骨龍啊！骨龙食咗啫 ，Pandora 呢边会唔会系一个 Pandora 系一个石头啊？佢计 Rosen 呢边系一个石头 ，Pandora 呢边直接一个 Great 换龙下一个 Get Army 食得开开心心，请揸摆技。Pandora 呢个系一个暗夜石头，冇，我记得佢系大剑定冇大法术咧，我唔记得咗。诶，系一个毒药。哇！这个 B， 哇！这个王子，哇！太难抽啦，老神被逼。哇！呢个一个石头方啊，而呢个石呢、这个旋风要拉拉住，旋风你唔拉碰到一个点，你唔拉啊？不是吧？哎，呢波系一个好嘅机会，可以同路一个 Vapor， 一个同路 Vapor 有冇？嚟唔嚟？嚟唔嚟？来不来？你不来吗？真的不来吗？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哇！仲有个亨塔添，我操！
我直接旋风拉你，旋风拉咗你石头要点噶？哎呀！我觉得平得埋你波，好啦，凉啦，好咯，压力搞到佢操作都变形啦，变形，真系操作变形，冇办法，操作变形，操作变形。我覺得卡組其實 Pandora 反而是好打一個，你基本上你 Graveyard 佢唔自首，你都可以讀落去，你幫我攞只王子或者恐龍都好遠啊嘛。所以基本上佢落骨龍又好，你佢落 Skinner Army 又好，咩都好。我主要係第一波佢 GY 換錯咯，如果佢直接騎同路騎士骨照啊，會係一個更加好選擇。雖然我是馬後炮，聽咗話呢個是一個低水桶 ，Rosen。武腕，武腕，哇咩嚟噶？咩嚟噶？咩嚟噶？哇，系啊系啊系啊！啊，一个 skeleton girl， 啊，死难受啊！看到我都，平德华可唔可以顶住呢个压力啊？好啦，一個 Gambro， 我一個吹箭，呢、這個吹箭其實都有冇機會 kill one tap？ 哎呀，少少啊，啲可惜。你只吹箭保唔保落嚟啊？到到落嚟 Rosen 呢邊，為咗一個骨龍，無奈地解。你只吹箭再吹咗兩嘢。好啦，其实呢个个矿工有冇 echo 到？冇 echo 咯。呢条骨龙，哇！呢度系一个五个王母大战八七只 skeleton。好啦，一个桶嚟吹电歌有冇？一个吹电歌，吹。继续吹，哇！呢、這个其实 Pandora 我觉得系咪有少少 lag 机咧？我怀疑，我觉得唔似佢，即系我唔系话诶，用你个 account， 我系话佢呢个玩得唔似佢咯，我觉得一系压力大，一系就是。力機啊，我覺得有啲少太過變形。我捅落嚟一個雪球落落嚟 ，Rosen 呢邊會唔會係一個唔想咁大嘅一隻天狗呢？我运到话，哇！呢、這个火球舒服到一个点，恭喜皮多啊，最快一场啊！哦，石头，我觉得佢又打得冇错，佢。怎么说呢？石头龟不落得的，因为它一定会换脑，
咁佢換到佢就難受啦。咁所以佢唔落石頭呢個決定係啱嘅，咁佢。一直毒狂魔磨咗咁多血都有啲勁，係咩？我要轉入 Pandora 先，查一查。OK， 頂得住啦。明白。我轉入 Pandora 先，咁我叫翻佢做 Runadora， 係咪啊？係啱吧 ？Runadora。我都係覺得成 Pandora 嗰啲，如果唔係 Pandora， 但係 ，Who knows？ 呢波可以玩，玩系未有味嘅，有冇啊？我趁第一个 RG， 我趁呢边，我趁第一个巨人。波要点走？哇！一粒火球直接抌系抌中埋，有亨特大滚木冇滚中都有啲尴尬啊！但系有咩呢个嘅冇 heal spirit 系咩啊？如果系有 heal 士喺度出嚟，一系一个又咁系点？嗰只系一个地震，咁呢套可能系佢哋全面出嚟嘅一套啦。好。分咗嚟啲可以嚟一個黃具嗎？第一個滾木係死曬。哇！呢、這個 fisherman 即個 V， 哇拉得真好。黃具兩下，好獨樣膠橋頭，因為其實呢邊反牆嘅有啲大。好，呢邊加隻電快，個電快早咗零點幾秒啊！但係呢一個。黄居有冇机会？有个滚屋，哦，一下冇打，再交一个亨特，你直接一粒火球飞快你 ，Brandora 呢边再交一个滚筒 ，Wilson 你 wish 解一交黄帽，但系直接俾毒落去 ，Brandora 呢波其实系有机会啊 ，Wilson 暂时血量都比较争一啲。好，直接一个黄巨，但系呢一只巨人成功 block 咗只渔夫，再交一个滚木，呢只黄巨仲系一下都冇打到，再交一个火球，哇！呢个火球靓到一个点。好，我哋到里边再一个电法去解一解，哇 ！EQ 直接落出嚟，系咪有少少急啊？佢搞嗰只电法呢边有冇一个火球飞埋嚟飞咗入嚟呢边？
哇！兩邊嘅血線非常之接近，但係 Radar 話嘅斬殺程序係比較高少少嘅。但係如果咁樣一直磨你，一直礦工，有冇一個電化？電化捉咗你164，攻射穿射我 ，Holy shit！Holy shit！Holy shit！呢个是我完全冇想到的结果，真的完全冇想过。Holy cow！太勁，太勁！好啦，我哋有點分離下場，未分離下場，係新加坡打尼泊爾嘅。好，九點分離。